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今天我们的猕猴桃出货，阿姨已经在挑选果子了。这果子挺大个的，啊，这是中号。好吧，我们先上去找张哥吧。走，走进去。好。好像又下大雨了，今天。走，你们这里没开灯呢哈。好黑呀、哦、哈！对呀、啊，没开灯，好黑。是的，开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张哥，你不是昨天来的吗？哪里有昨天来？我十一号来，好不好？十二号到了。这包你不来了，应该啊。嗯。对啊。啊，这里面好多这种。证明啊，营业执照，还有实体清点。这种龙头企业。嗯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它这个纸是那种彩色的。对啊，你看它这个纸张很好。嗯。它这上面还有一层膜保护，这里就有送了一个勺子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广告。袁隆平的题词嘛。对啊。看一下果子吧。看一下这里面的果子啊。这是24个装的。24个是吧？对，你看我出来给你看一下，看24个的这么大。18个的果大一点，最大的。现在我们看最大的果，黄金猕猴桃，12个装的，超级大。这果就看得爽了，小丸子，看了好想吃。超级大果哈。对，你看它的果形都挺好的，好漂亮。真的是超大金果哎，金苹果。甜的不得了，关键是又香又甜，手都黏住了。对啊，它的水分好足，我觉得。是啊。哦，顺丰的来搬货了哈，顺丰的师傅来了。对啊，上面是中国邮政。哪个鞋子？这个美国邮政都没用的，只要是。只要顺丰单号，你写什么都没用，你要写啥都没用，拿上白纸打出来贴上去都可以。反正只要单号是顺丰的就没关系啊。直接来，兄弟，后面还有3-4。我先给你放到信封的啊。谢谢。那啥价格？这个老弟，你那块儿算，快点来。我请客了，拿来几个人份。美女，这些是我们那些出货的产品哦。整个多少个箱啊？30个。看一下30个果子的多大。这个是24个的。这是24个的是吧？看这晒得好紧哦。也够撑了，对，也保证重量。这个没有包啊，就直接往中间掰开，看到没有？掰开那食物。对吧？你看我这个镜头，你看看这在滴水，你看看到没有？嗯，水分蛮足的。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绿心的果子啊。那我来尝一口，把它先剥掉。小白，怎么样？味道？这果子蛮甜。看的皮不好哦，里面的果还挺水分很充足哦。这个绿心的家里没有了。对，这个绿心的没有，因为是刚带的货嘛，刚带的是昨天带的哦。对对对，在这个树上熟的，在树上就熟，树上熟一些了。它这么多？那个好像放一些水。来，拿个那个袋子看，
那个塑料袋装一下吧。好，谢谢，你就吃饭啦。对呀，我们今天没有做衣服，我们今天老师没来，是校长给我们上课，只要看书和读书就行了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弟弟呢？啊哈，你也吃饭了。弟弟睡觉了。啊，好的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吃饭去。